大家好，我是雷的记者，我今天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花园的生活。那这是我的花园，觉得好看吗？我觉得我的花园又大又漂亮，可是我知道你们在想，哇，这个花园很大啊，工作也应该很多。那虽然我的花园很大，但是工作不太多，因为有很多花儿，没有很多坏花儿。你知道坏花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坏花儿，这个，啊，我对这个花儿过敏。那我还想给你们看一下一个东西，一个事儿。这是谁？看出来了吗？看清楚吗？那我知道你们在想啊，水很贵，为什么给花喝？那这个水不太贵，因为不是这个水人不能喝，为什么？那我给你们呢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可是等一下，我要去吃有用的事去给你们看一下水是从哪里来的。等一下，这是我的小狗，叫小白。小白你好，说你好。好，你看，水是从这儿来的。那你看我的花园不漂亮吗？啊，我妈妈说，如果工作很忙，让你又累又忙，那你应该要去外面工作，不用在那边看电视，这个让你更累啊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的工作又忙又累，不过不是，我说的是错的，应该去外面工作，是特别好的，是最好的。好，拜拜。